谁是陈念啊？陈念，你看过《野生动物的眼睛》吗？陈念，在他们被抓、被杀之前，没有表情，什么都没有。而你们这个年纪的人有点像。有看到人吗？劝他家。但是因为他心里害怕。小聪明，都闭嘴！认真点儿。陈念，你了解这个世界有多少？ 人长大了才学会同情，这是不好的，你都忘了。那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这样是错的吗？陈念，但是这个世界很复杂，你以后就会懂的。你不懂。高考完，我就立志大人了，但是从来没有一节课教会我们如何变成大人。 从容的微笑。陈念，你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没有人会为另一个人毁掉自己的所有。我和你不会，但他们还是少年。喂，别放我！别动，陈念。你相信我吗？ 陈念，你长大以后，还会再见的，对不对？